能不能不一喝多就给我打电话呀？我他妈是你代驾呀！然后你有别的事儿吗？啥事儿啊？你借我点钱，我一会儿安排个客户，他们上 KTV 要玩一会儿。你们能找我有点好事不？20多年哥们，你他妈开奥迪溜，我他妈跟你借点钱不正常啊？没有，我这个项目谈成了，我就能挣8万。我油都没了。我有一个办法。你顶一下。啊？我说你顶一下。我顶啥？我上哪顶？人头吗？滚你妈的吧！你能跟我了？你看你。滚哦！能呆呆不能。现在挣钱多难呐！你就是为了挣钱，你牺牲我呗。行了，你出去拉倒吧。你干啥去啊？以后就是说你那些什么素颜照啊，或者是咱俩一起喝酒那些私塾、哎。我去行啊，但是他要是敢跟我动手动手，一笔我凭拐去，别说，这点钱不够赔医药费的啊。能给他喝倒就行。能喝多少啊？喝10多瓶吧，能喝过他吗？喝不死他啊。